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。来到直播间，今天不用打人气榜啊，仍然是红色的灯牌，帮无双。我这头上有一个徽章，哎，是什么东西啊，家人们？好像是紫色的还是蓝色的，家人们？我这字实在太小了，我看不清楚，家人们，打给我看一下，那上面的徽章是什么东西啊？太小了那个字。划掉了啊！今天不用打人气棒，谢谢大家。看眼镜有40多了，我今天49。过年50大寿，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谢谢大家的掌声啊！
接下来我们想听一曲旧梦还没谈，一首旧梦扣一波一，一首旧梦，想听家们旧梦扣一波一，然后不过人间扣一波二。把音调一下啊。一路朝白，一路的山脉，我是彩色夜阳的尘埃，乘船人点着他的灯笼，江边出牌被云弄，吹笛人吹着他的幽梦，一声闻来万事里心中，要保持年轻，一定要多喝养生茶哦。尤其像无双这样的，今年已经49了，过年就50大寿了，看我还是活得非常非常的年轻，心态也很好，所以一定要养生哦。嗯。你们猜猜我今天煮的是什么？猜猜我煮的是什么茶？天外天，吹风初夜一瞬间，月月的。想要年轻，除了喝养生茶，还要多看看无双哦。多待在无双的直播间，一定会越来越年轻。年轻态，心态好。雨后小雨花谢被掩埋，一路朝白，一路的山脉。是彩色艳阳的尘埃，乘船人点着他的灯笼，江边出牌被云弄，吹笛人吹着他的幽梦，来一首旧梦。一首万事里心中，一首旧梦送给大家。把我们热烈的掌声走起来，年轻起来好吗？把你们的小手拍，小手掌声走起来好吗？给我看看家们有多少家们是年轻派的，年轻着呢，掌声走起来。
播间的家人们啊。来家们，第一次来无双直播间的咱们直播间扣一波一好吗？第一次来到无双直播间的咱们直播间公屏上满屏的扣一波一，家人们，我们呢带有无双红色灯牌的家人们，我们扣一波欢迎好吗？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扣一波一，第一次来无双直播间的满屏的一扣起来哦。我们红色灯牌无双家人们满屏的欢迎扣进来，给我们问号姐姐上个管理哦。要么时间太赶，爱情不是总要留点遗憾，不能说的太满。你看扣一的家人们还没有给无双点亮红色灯牌的，我们一起点一点灯牌啊。我们点亮红色灯牌的家人们，说实话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啊、嗯。想要变得更加的有才华，把我们的红色的灯牌点亮，点开黄色桃心，送上我们的一毛钱的灯牌，好吗？点下这个灯牌，你别看它是一个小小的灯牌，说不定你的品味逐步的上升，说不定你的才华不断的提升呢。只有上了这个灯牌，你们才会发现走到别人家都是红色的。而且我们是以200多个人助力打遍红色的世界。一般红色的灯牌都需要1-2千人助力，我们直播间红色灯牌都是精英，精英中的精英。所以说为什么我刚才说点亮红色灯牌，说不定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的才华越来越棒，我们的综合素质能力越来越提升。有些感受却被诱惑榨干，不信你明天再来我直播间试试看，我们直播间助力人数是不是只有200多，200多对抗直播间其他所有直播间的2000多人1000多人，我们直接以第五第七，现在目前是第五第七的第六的成绩打的前榜十，燃气榜前榜十，所以我们的灯牌是红色的。让人心烦，让人为难，让人肝肠寸断，管不住的已经为无双点亮灯牌的，请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扣一波满屏的数字5257，代表的是我爱婉清的意思好吗？满屏的5257扣起来，不断分泌多巴胺。没错，点亮黄色的桃心，点亮送出灯牌，送上点亮灯牌就是红色的灯牌亮起了啊、嗯！看到吗？你的名字前面有一个红色的马娘，上面写的无双家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弹一首曲子啊。要么我先一首《情火》送给大家，家们把我们的赞赞，把我们的掌声走起来好吗？满屏的5257刷起来好吗？谢谢家们为无双点亮灯牌，点亮灯牌以后别忘了进粉丝群哦。
好听好听，谢谢大家满屏的好听啊、哦！感谢大家的灯牌送出吞白，为无双上个花花草草星星占个榜啊！谢谢大家的占榜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接下来，家们，我们想听一首可可托海的《牧羊人》，扣一波一。99步退一步，扣一波二。无双调个音啊，转个调。助理一下我们的心愿单啊，家们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为什么这个很多这个妙笔生花的这些礼物我都找不着呢？心愿单里面好奇怪啊！一首可可托海的《牧羊人》送给大家。
们来到直播间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鼓励，感谢大家的掌声啊。家人们磕一波欢迎游龙剑啊，边听曲边帮无双一起点点赞，记了记住不要忘了喝水哦。你们看我今天喝的是什么，你们猜猜主要材料是什么。还有很多新进来的家人们刚才肯定没有听到我讲的，你们猜猜。要随时加水进去啊。好时节，好来好往，好聚首，春去秋来再还暖，古今感恩来人自心。有这个红糖、生姜、陈皮、红枣、金骏眉，你们回去可以试试，口感特别好。谢谢我们管理员哥哥姐姐们，欢迎游龙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家人们把我们的赞赞一起点一点啊。接下来给大家弹一曲西海情歌送给家人们，希望大家喜欢哦。一首西海情歌，欢迎游龙剑，好久不见游龙剑哥。秋有月，夏有凉，家人们把我们的赞赞突破十万赞啊，加油加油。
一首西海情歌送给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无声直播间。我们的赞赞马上10万赞了，把我们的赞赞继续点一点哦。哎呀，我这个琴怎么回事？我把它调精准一点，一直有问题。给大家来一曲《我来人间一趟》。
谢谢大家，一首我来人间一趟送给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喜欢无双，帮无双点个关注，加油点个赞啊、哦！谢谢大家的灯牌。接下来家们想听一首阿爸阿妈扣一波音，受过不少伤，回首半生已过，犹如梦。阿爸阿妈扣一波音，我望着天空，一起走过的日子扣一波二，不知道未来究竟在何方，一辈子匆匆忙忙，虚度着时光，这样子我们想听阿爸阿妈扣一波一，一起走过的日子扣一波二，好吗家人们，阿爸阿妈扣一波一，一起走过的日子扣一波二，赞赞加油点，念友家人们点赞哦，别忘了点赞，一起走过的日子扣一波二，阿爸阿妈扣一波一，喜欢无双帮无双点个灯牌，红色的灯牌啊、哦、没亮灯牌一起亮亮灯牌，扣二的比较多哎，我们的赞赞什么时候能到十万赞呀，回顾前尘过往，徒留满腹惆怅，好那我们就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啊、哦、这首曲子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为无双辛苦点赞的家人们，
一起走过的日子送给大家哦，欢迎我们先生姐姐。来江南满屏的扣一波欢迎好吗？欢迎夜郎古酒，欢迎夜郎古酒，欢迎先生姐姐，欢迎缘起缘落，好久不见，夜郎古酒，最近好吗？哇，好久不见了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。马上十万赞了，家们把我们的赞赞走一波啊！无双带我们出去玩玩不？好，正想着带你们出去玩玩呢，躺了一个小时了。但是我最现在很怕的就是什么呢？一连麦人就往下掉，我最怕的就是这个现在。所以我连麦的对象很重要，家们啊。试试看啊，能不能连上？把我给挂了，谁也不许走。我试试看这个看，再行不行？如愿了，弹得我一身汗，真的，我满身是汗。实在连不了，我们就弹琴了，好吗，家人们？这个大提琴，我看看它。我就怕。我就怕什么呢？这个麦连不好啊，人就往下掉。要找到一个好的麦不容易。这个人好多啊，讲快板的4000多个人，找个强强联合，是的，我再找最后一个，找不到我就弹琴了，家人们好吗？看你的视频好帅呀，是的呢。弹一曲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》，我实在找不着了。送给我们先生姐姐，欢迎我们夜郎古酒。热死我！梁家威去要唱唱唱唱了，他开播了吗？他开播了吗？
之憾。支持鼓励，一首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》送给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们的夜郎古九哥，欢迎我们的星神姐姐，欢迎青山哥。想听什么曲，公屏上告诉无双啊，家人们。我这连不上啊，连家辉让他跳炸雷。噔噔噔，发起连线呢。嗨，大素你好。嗨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陈玉娟老师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哇，陈玉娟老师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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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个呢，安静老师没上来吗？我刚才看到安静老师了。不是，我刚才看到他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个美女大树吗？嗯，对，很开心认识你。很开心，开心啊！又认识一个美女，哎呀。这个大树老师唱歌可牛了，唱歌好甜美，好专业的。对，没有没有。是吗？哎呀，是呢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唱歌好的美女。陈老师唱歌那是一哥，嗯。哎呀，我。
这个听过钱老师的歌。你们这怎么的了？这是调一个人呢？就调陈老师或者大宋老师再找一个呗。安静怎么的呀？挂了。你要不你再找一下呢？他现在是在唱歌还是在干啥？我不知道。那来吧，来这个吧，白冰岩吧。好，咱们那个刚才他连我刚开播。刚开播。咱们再连一个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又找个女生，这不三打一吗？可以啊，哇，这就我一个。白老师好，白老师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就不敢见你们了，这三个美女啊。哎，白老师好，白老师好，还白老师呢，陈老师好，陈老师好。不是，他的确挺白的，白冰岩。是呢，姓白。欢迎，那我们就才艺行吗？四三二一，才艺吧啊！才艺，好，才艺吧。行，那你们开吧，十分钟的你们开吧，我这没有十分钟的。好，听你们的安排。大树打架第一名，我也是第一名，我是倒数第一名。我开火十分钟。哪有？是的，大树老师呀，很优秀的，很厉害的。哎呀，对，很厉害，活过来了。那咱们开始了啊！那就先闭麦，闭麦，一会儿见。好，闭麦啊，好，闭麦啊，哎呀！哎呀呀呀！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干我自己，你知道你啊，亲生徒弟。说句心里话，咱也不能干人家，干不过人家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这一把我怎么搞起来的吗？你们知道这一把我怎么搞起来的吗？家人们，让我喝口水，告诉你们啊，让我喝口水，告诉你们我们的策略。哇，这水都烧干了，快！待会儿告诉你们，你们想知道我待会儿告诉你们。众筹啊，开场第一局啊。家们吧，欢迎不渡人间哥，欢迎不渡人间哥，欢迎家们来到直播间啊！十分钟，我得给大家弹个曲儿啊！十分钟，现在是十分钟的角儿啊！把我们的赞赞走起来，家们边听曲边点赞，众筹花花草草，今天开场第一局啊！都是人气比较高的。谢不渡人间哥，有啥上啥啊，家们，有啥上啥啊。
的光临，赞赞点起来，傲家们。家们欢迎扣起来，禅修姐姐来了。禅修姐姐来了，欢迎扣起来啊家们。谢谢先生姐姐，谢谢我们禅修姐姐啊。加油扣起来。不是，欢迎扣起来。禅修姐姐下午好。哇，我们目前在第一名呢。还有最后的五十秒，谢谢禅修姐姐的，这是啥情况？感谢禅修姐姐的满屏的掌上明珠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谢谢禅修姐姐，太帅了吧禅修姐姐。还有十秒，还有十秒，家们扣一波，感谢，我的天哪，还有十秒啊，扣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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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可以了，第二名，谢谢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龙宫吗？感谢我们先生姐姐的龙宫，这一局你们打的太多了吧？就打了七万多票，我的天哪！太疯狂了，我的天哪！谢谢我们先生姐姐，谢谢禅修姐姐，谢谢不渡人间，谢谢游龙剑，谢谢秀才哥哥，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太帅了，龙宫都来了。扣一波，感谢家们，感谢扣起来啊！咱们把公屏上的感谢扣起来。圣曹哥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，感谢你们互诉周全，还有我们所有参与，参与助力的，爱心助力的家人，感谢大家，那个、谢谢。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啊！还有夏夏，谢每一位好朋友。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谢谢。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！哎呀。
那我先来了。好好，四三二一，我先来还是第一先来啊？四三二一行。好好的一首、师傅的一首阿爸阿妈带给大家。好，哇，好期待、这首歌。好，无锡第三，太帅了。给我温暖的家，太阳一样一样的爱呀，抚养我长大长大。阿爸妈，我心中的菩萨，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，伴我走天涯。我的阿爸，我的阿妈，孩儿有如晚的鲜丽花，就像满天的星星啊，闪耀着您对我爱的光华。哇，太棒了，好好听，没唱没唱，专业，谢谢白老师，太优秀。羊奶长大的就是不一样的，太好听了，就是现在鼻子还是不通气儿，还是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和你一样，就是我阳了之后哪地方都没有什么啊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就这个呼吸道里总是有痰不透气，真的，对，就是这个口腔不得劲儿了，好像每个人症状都不一样。那我耳朵也聋了。大素老师是什么症状呀、啊？我没症，我还没有呢。我跟你一样。来啊，你们都没有症状呢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说无症状。那个新冠嘛，对美女不大感兴趣。对，说长得好看的不容易养吗？哎。那我们白老师长得是女生级的呀。不是，没有，我是正在，因为围绕在他身边的男生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给他强制污染，强制污染，哎呀，强制污染，强制污染的。陈老师，我是好看里头最丑的，丑里头最好看的那个。就是人好不好看，你分站在哪儿，知道吗？对，不要那么。对不对？你往太就是人吧，就这样吧，你得有自知之明，你知道吧？当你觉得你不好看的时候，你往更不好看的那地方站。就像陈老师在我们堆里面是长得最帅的一样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说的这话我一点不和你犟，因为就只有我一个男生。你在男生堆里面也是最帅。唱一首这个陪你度红尘啊。好，咱们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给三位美女都点点关注，太漂亮了，你知道不啊？家人们去陈老师直播间扣一波祝福啊。陈老师，我去去就来哈。好，能听见。好的。好。夕阳落下又一个黄昏，琴声依然遗憾我一人，谁能给我一点点温存，暖暖这冰冷爱的心门。茫茫红尘遇到爱的人，
从此以后不再是单身，我们的爱唤醒了红尘，红尘路上情越来越真，我愿陪你一起度红尘，风风雨雨我们不离分，忘掉那些曾经的伤痕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，我愿陪你一起度红尘，朝朝暮暮我们不离分，不再让你孤单看星辰，我和你是最幸福的人。好听，真好听，哇，太好听了，实力派陈老师来吧。哎呀，谢谢谢谢你夸奖，这其实我现在站在花丛中不感觉到自己是实力派，你知道吧？那是什么派？偶像派。好，那我给大家来一曲就像我们白老师唱的那首阿爸阿妈，我们用古筝来演奏啊，送给我们私家直播间家人们。弹簧派，我刚才也想说弹簧派。声音好听啊，我来一个，谢谢，我来个白狐吧，一首经典老歌。好，白狐，哥姐姐们都互相点点关注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我们给三个直播间都点点关注，这样的。
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，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种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。我爱你是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是你正金榜题名东方花烛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，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，你看衣袂飘飘，衣袂飘飘，海誓山盟都化作虚无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，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，你看衣袂飘飘，衣袂飘飘，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。好听，唱得稳稳的，总感觉这首歌整体下来就是好稳稳的。谢谢，人又好看，嗯、谢谢鼓励。哎呀，咱们给三个美女点点关注啊，收一下。好，都点上关注了，给白老师也点上了。谢谢每位好朋友啊。好，咱们有时间玩。好，好，白老师再见。好的，白老师再见，常老师再见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无双老师，拜拜。拜拜，太客气了，这家太客气了，是的，拜拜。哎，好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。哇，真的太给面子了，谢谢我们先生姐姐陈修姐姐啊，不错呀。嗯，喜欢无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上一个灯牌好吗？太美了，仙女山刘杰，刘杰姐姐欢迎您的到来，喜欢无双点个灯关注，上个灯牌呗。嗯，你是说我的这个哇，天下无双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刘姐姐啊。嗯，仙女姐姐应该叫仙女姐姐。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，想听什么曲家们公屏上走起来啊。还是红的好看。我是陈玉健老师直播间过来的。哎呀，欢迎欢迎。欢迎陈老师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感谢仙女姐姐的灯牌，哇哦，真的荣幸啊，荣幸，特别荣幸。这个仙女姐姐，你有什么想听的曲吗？欢迎珊瑚姐姐，珊瑚姐姐最近好吗？欢迎香木姐姐，嗯，欢迎芳菲梦想，谢谢我们禅修姐姐。那我先给大家来一曲啊，家们想听什么曲告诉无双好吗？嗯，来一曲这个肩上的云好吗？绝世无双的美女，我是美女，都喜欢你了。哇，姐姐从哪看出来我是美的啦？就露两个眼睛哦。我看姐姐的头像才是真正的美女。一首肩上的云，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们啊！谢谢榜上的哥哥姐姐们，我来把音调一下。家们满屏的扣一波欢迎啊！不敢当。
一首《肩上的云》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嗯，知音啦，什么知音？我看一下，真正的才子主播。嗯，谢谢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仙女姐姐，您点个曲呗，要不？无双给您来一曲《忘川的河》，您喜欢吗？谢谢我们禅修姐姐。哎呦我的天！忘川的河，仙女姐姐喜欢吗？欢迎我们西子姐姐，欢迎欢迎。扣一波欢迎，欢迎我们的西子姐姐啊，艾特我们禅修姐姐扣一波，辛苦了。嗯，欢迎西子姐姐回家，也欢迎我们红珊瑚姐姐回家。嗯。